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依然不行啊！还有一个绿绿的公尺，会不会是那个？那边是门。绿色的标志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Qu'est-ce qui a pu causer cette agitation ? C'est ça ?这里有个门，虽然好像不是原本那一个。哎呀！窃取这两个人啊！哎，三个。Must be part of the mechanism that Jason and Wagner was talking about. Hey!算没事了吗？既然都来了，这个箱子不知道能不能顺便拿到手。在哪里啊？
爬上去好了，应该不会太低。哎，在底下。在底下啊，对，那个是那个箱子，我知道。可是我刚刚部件有窃取成功了吗？看起来这边出不去，居然还有人在那边，太扯了。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就是翻过这个就好了，你就翻过这个就好，不行哎。出口吗？我找不到出口了，我刚刚从哪里进来的？觉得我越爬越高了耶。原来这里是可以进去的，弗里吉亚帽，弗里吉亚帽原本是巴黎市民穿戴的象征。普利马的儿子从弗里吉亚来的，同时也是罗马帝国后期的意象。他也成为巴黎无套裤党革命偏激分子的象征。因此，在希腊罗马世界，受到古典文化影响的革命美学。这个柔软的古典伞状帽是当时罗马帝国的贵族们释放奴隶时给他们的帽子，在1792年也被无套裤党采用。两年来，我在学校一直让师生们相信说，弗里吉亚帽是控制生育的一种形式。这里没有真正的意义，我只是感到自豪。控制生育？为什么？哎，市民还指控我，我是帮他们的。他那是新的吗？主公医院，这是巴黎最古老的医院，可追溯至7世纪中叶。
它最初是当作穷人和病人的避难所，是由贵族资助的慈善机构。但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它已有着非常可怕的名声，在这里比外面更容易感染病而死。我希望那只是他们骗人的企业口号。医院在多年来先后经历了无数次整修，它至今仍作为巴黎第九区的紧急应变中心。他们一定开心到死。我听过了，看完就关掉吧。Mechanism, as I knew you would. Keep it. It is you who will unlock the secret. 算我这样也算是有拿到就对了。等一下，他还有吗？为什么会有一个继续什么的？哦，没了。那我去看看那个机械装置到底可以拿到什么。隔壁那个楼梯。啊 ，Bonjour, citoyen. No. 那人刚突然走上了一个东西耶。干嘛？你们记错人了？我不是，我没有在这里引发任何冲突。我只是很单纯的一个寻宝的刺客而已。哎，机械装置少了两个部件啊！我刚刚那个不是哦。好吧，那又有，怎么不一次出现好，还要这样来回的奔跑。
an acquaintanceship with Denis Molinier, who dabbles in alchemy. I suspect that it is he who possesses the other part of the missing mechanism. I advise you to go to his house on the Ile Saint-Louis and steal it. Yes, steal it! Denis Molinier.来自蒙托邦的炼金术士摩里尼对于弗拉梅尔深感兴趣，制作了著名的弗拉梅尔符号，包括了模糊的象征符号和化学方程式。啊，它也太远了吧，500耶，到底是在哪里可以这么远啊？跨区了。偷东西！What's all the fuss? Il est parti par là. Travail de sagouin.之后才刚上去，马上就下来。我这次没有撞到你们了，不要再追杀我了。那两星的任务比较值钱呢。等一下，虹桥是连接两座小岛木之彩绘桥，它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幸存，很快就遭到摧毁，最终由圣路易桥取而代之，看起来就很不坚固。女生呢？女生也可以这么强。老旧据点，协助兄弟会。剧场咖啡店在1759年于圣路易岛开张。剧场咖啡店数十年来都是巴黎最顶级的咖啡馆之一，知识分子、诗人、哲学家与演员络绎不绝。他的沙龙也是政治辩论与讨论的中心。然而数年后，像是波克咖啡店等逐渐突起，取代了他的地位。到了1790年，剧场咖啡店已成了寒酸破旧的地方。比起慷慨激昂的辩论，更像是二流低俗的喜剧表演。幸亏在大革命期间有所转型，甚至在巴黎的各处开了数间分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是城市中文人雅士固定出没的地方。它也是巴黎兄弟会的情报网络交换中心。不用我多说，这真是非常优雅可爱的法式思考方式。
可以帮助吗？他好像说什么我要完成，完成什么鬼才可以？没关系，不能，我还是可以拿这个箱子。哎，爱德华的刺客套装 我找到了。范围好大哦，应该还是红色那一区吧。啊，我明明按叉，它应该往上跳才对啊。有一种支线任务会解不完的感觉。上不去啊，这边是开着的。这区是河中间的小岛，哎，哎，拿不到，为什么？完成目标，我什么都没做就完成目标。啊，完成了就是好事。来就遇到两个，是要吓死谁啊？没关系，我顺利打赢了。我的脚。哇，没有办法。Grand Dieu, c'est un cadavre. Allez, là, allez. Le tueur est sûrement tout prêt. Be especially alert. Real patriots.
他们怎么会注意到我？那是楼上吗？ Something's going on. What was that? Moderate scum. 啊！哦。这样我是不是整个任务要重来啊？哦，还好不需要。仓鼠结束之后，我死掉，敌人还会记得我吗？这二楼进去，应该在楼上。亚萨之书的副本上面印有古拉、尼古拉斯·弗拉梅尔的手写炼金术注意。嗯？哦，还有楼上。西提岛的地图，一张古老的地图，边缘有着丹尼斯·摩里尼手绘的炼金术符号，就是炼金术。这跟下面那个是一样的。窃取钥匙。哦，在楼下那一个吗？有没有窗户可以下去啊？有。So, the order of monks we spoke about. It appears they may have obtained the first part of Lamel's mechanism. Track them down and take it. With the complete mechanism, we'll have access to the last of Lamel's laboratory. Say nothing to anyone. Understood.